主料，称茄子250克，五花肉150克，辅料香油、盐、葱姜、酱油、五香粉、鸡精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五花肉切成线，把葱姜切到一起，放入酱油、花生油、五香粉、盐，充分搅匀后放置10分钟。茄子切成1厘米厚的段，再从中间切一下，但不要切断。酱油先加进去，盖上盖，放入微波炉中蒸10分钟，美味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蒸的时候砧板中少放一点水，或者不放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